大家好 ，Welcome to Gjirokastër， 欢迎来到吉诺喀斯特。吉诺喀斯特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南部，是阿尔巴尼亚最有名的两座古城之一，也是阿尔巴尼亚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两座古城之一。哎，你们别小看这两座古城啊，我们中国那么大，能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还真没几座。所以呀，阿尔巴尼亚这么小的国家就有两座古城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可见这座古城保存的有多么完整。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座古城。 吉诺喀斯特古城始建于公元4世纪，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奥斯曼时期的城镇，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古城内的街道是由中心向外发散的，越是外围的越复杂，走在其间就像蜘蛛网一样。中心的几条老街历史非常悠久，街道两边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店、咖啡馆、披萨店、餐厅等也有很多，而最多的则是古董店和手工艺品店。 这些商家基本上都是原住民，有的甚至是世代经营的。所以，尽管这里的商业化程度非常重，但古城内的烟火气也是一样的浓厚。比起阿尔巴尼亚其他城市，这里更适合慢节奏的旅行。时间充裕的话，强烈建议住上一阵子。这里有很多特色的酒店和客栈，比如这家酒店居然是从1790年开始的。你们不想入住体验一下吗？ 这里所有的建筑全都是用石头建的，不论是房屋还是道路，甚至是屋顶的那个瓦都是石头。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墙壁，这个墙壁全都是用石头建的，所以这个地方啊又被称为石头城。现在这里保存完好的石屋大概有600多座，全都是奥斯曼时期的房屋，就连地面也都是那个时候铺设的。 走在这里，真的有触摸古文明的感觉。现在准备带大家去吉诺喀斯特的城堡看看。这座城堡位于古城的制高点之上，一直往上走就是了。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卖手工艺品的地摊，大部分是地毯和餐布之类的针织品，还有一些卖手工岩画的。这个感觉还挺有特色的。城堡的入口停有一辆咖啡车，老板正好在外面打电话，看到我很配合的摆起了剪刀手。 400列克，Hello, buy ticket. One. Yeah. 1. 400.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Come from China. China. Yeah. Welcome, China. Yeah. Someone learned me how it's said in China, welcome. Oh, Huan Yi. Huan Yi. Yeah. I don't remember. Huan Yi. So, this is the ticket and the rest. Okay, thank you. Enjoy. Thank you. There, please. You have to scan the ticket. Put the barcode. Put it here? Yes. Okay.哦，进来啦。然后这里是出去的，从这个地方进来。哦。这座城堡是目前巴尔干半岛的第二大城堡，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在奥斯曼统治时期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规模。目前城堡内还在维修中，所以显得有点乱。城堡中的这条甬道很长，光线特别的昏暗，但是氛围感十足。两边分布有各种军事武器，尽头是一个武器展示馆。走在甬道内，让我想到了《盗墓笔记》中的场景。 城堡正中央有一个舞台，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半圆形艺术装置，这是城堡内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你们看，现在就有人在凹造型了。冬天的时候过来，远处山上覆盖了积雪，就更漂亮了，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我身后的这座钟楼啊，是这座城堡的象征。你看它的门票上就印了这个钟楼。这座钟楼呢，是从1800年开始修建在城堡之中的。 据说呢，从修建开始到现在，这个时钟就没有停过。在古城内，大部分区域都能看见这座钟楼，是吉诺卡斯特的地标建筑之一。城堡上停放着一架美军飞机的残骸，这是一架美国军用训练机，因为遇到技术问题，1957年时被迫降落在蒂拉纳附近。不久之后，这名飞行员被遣返回了美国，但这架飞机被定性为一架间谍机。 作为冷战时期的战利品，被带到城堡上进行展示。由于城堡位于古城的制高点上，所以城堡上面的视野非常好，是一座天然的观景平台。在这个城堡上面呢，往下看可以看到整个吉诺卡斯特古城的全貌，非常壮观，非常漂亮。那你看那前面那山上，它的房子啊都是沿着山势而建的，一直从山脚下一直建到山顶上。 这个下面，我正对着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吉诺卡斯特老城的核心区域。像我们很多古城啊，不是有一些四方街之类的嘛？这个就相当于丽江古城的四方街，是古城的中心，由这样3条建在斜坡上的老街组成。这个三岔路口现在也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几乎所有关于古城的宣传照都会拍摄这里。来古城旅游的游客也会在这里凹造型。 是当地最为热闹的地方，每天清晨都能见到很多人坐在街边喝茶。这一片区域就是古城绝对的核心。站在这个城堡之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城的核心了。这个古城还是相当壮观的。这座古城呢，保存的相当完整，整个古城的结构跟当时它修建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多少损坏。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出，古城的建筑低矮而密集。 依山而建的石头房子错落有致，融合得非常完美，非常漂亮。吉诺卡斯特是阿尔巴尼亚最有名的古城，来旅游的话，建议安排3天以上的时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安排上1周的时间。慢下来是这座古城最好的打开方式。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Mirupafshim。